瘦教练要全身酸痛，要不是那营长比我大，不然我真的超想飞踢他的。明明候选人就有六位，却一直针对我，辛苦你了。来，你坐上来，我帮你按一按，会舒服一点哦。这里很空哦。你手劲很好哎。没有啦，因为我阿妈年纪比较大，老人家常常这里酸那里痛的，我就会这样帮她按一按捏一捏，这样她就比较舒服啊。可能是专业的，按起来就是不一样啊。以后我当将军，我就聘请你当我的御用按摩师。真的假的？谢谢黄将军。黄曼丽，你练那么累干嘛？练那么累也不一定会选得上啊。对不起，舒服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把你弄痛了。不会啦，我还要谢谢你牺牲休息时间帮我按摩。其实我才要谢谢你了，上次打扫的时候你还帮我讲话。哎呦，那应该的啦，因为我们是姐妹。其实啊，我这样帮你按，舒缓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。那如果有一条根的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一条根，舒儿，你有一条根吗？我没有哎，不然我帮你们问问看潘班长好了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干什么？眼睛呢？对不起啦，小气。我要帮麦丽问班长有没有一条根啊，走开。不要走。很多事情勉强不来的，不是每个人像我这样与天俱来的体呢。与天俱来的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啦、啊，毛怪。黄曼丽，你看你体能也没有多好，我建议你是放去训练，好好休息，别自讨苦吃。你以为你这样讲，受伤代表就会是你吗？就算少一个人，也轮不到你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脑袋啊，赵雅芝？什么东西？好啦好啦，你们俩在干嘛？不要火气那么大，好不好？哪有？我只是问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。秀敏，雅芝其实也很关心曼丽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了证明公平竞争，我帮曼丽去问潘朵拉。谢谢。好啊，但是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哎，那什么根去了？一条根啊？什么根啊？一条根啊，你在无脑哎！就说嘛，没有人不爱漂亮的，还说我现在自己在房间蹭。这么爽，想不到我们十七年这梯啊，真是卧虎藏龙哎！有道士，有模特，有会唱歌的，连国标舞都会跳。对对对，像那个李淑静哦，就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啊！哪像那些男兵哦，的是。男兵怎样？男兵都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跟创意，是不是？我带的。谢谢谢谢，看得出来。怪不得我们连上的达叔也比别人有特色。这瓶你的，或者说今天我们五个人要喝到不醉不归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吓他啊，他酒量很差。学长你不要担心，那个是无酒精饮料。你确定哦？对啊。杨牌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宋牌？对啊，杨牌，你怎么知道宋牌酒量很差？对啊。
没有啊。哎呀，真不是假。你知道这一杯我灌醉要输赢吗？哦，你又没关系。这一杯，输的话你全部把它喝掉。没问题，我吃它是我不对，我喝。哇！帅气的学长，来给他鼓励一下。真的喝不下去了，不喝可以啊。那我打电话给你女朋友说，今天跟我们通宵，回去了。来，我赶快打电话。来，多一杯哦，喝。学妹，你都是干什么鬼？每次都迟到，干什么东西嘞？江森，你知道你这个叫什么吗？叫做自作自受啊！走啊，设备标，等什么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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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点酒。哦，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你还好吗？学弟。啊？学弟，哎，好像没有看过你耶。我是女生，我哪里像学弟？你眼睛是瞎了吗？哎，学弟，来，来划拳。啊，大家玩什么拳啊？随便你选。啊，乖啊，发呆。好啊，来啊，谁怕你哦？来，新加坡拳五百。乖。那那个五十十五。嗯，我也不会。什么都不会，那你会什么？我们来玩那个海边拳。海边拳？啊，海带拳啦，学长。我跟你说，海边的海边奇怪。玩，快点。好。来啊！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小布。布。啊，海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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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长喝酒。来，来一杯。这杯。哦。多少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快乐啦！说我是男的，剪刀的布，哎呀，在海带啊，海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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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。我看你眼睛不太好，脑袋好像也不是挺清楚的。很清楚，好不好？怎样？来，我就不相信我会输啊！学长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啊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放风一下。然后你回来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进来，不要躲太久啊！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吗？当军人是我一辈子的志业。如果今天你不能接受的话，分手啊。好啊，那就分啊。一个人回到某个路口，角落有一只流浪的狗。学长，学长，你还好吗？来，来，啊，其他人呢？这个唱歌去他了。学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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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唱。哦，林彦明，学长，雷登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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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是要继续滑？奇怪。假洒脱成英雄，单身多久又怎样，挥挥衣袖，放肆的挥霍，空着双手没有尽头的等候，我还是有一点寂寞，是有点寂寞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是他的宋志祥。他喝醉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映水寒602，你要来接他吗？废话。以前有学长跟我讲说他曾经喝醉被人家扛回家过啊。你怎么连这种事情都知道？哇，杨排，你到底还记得有多少糗事啊？不过我要先说一下哦，其实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，你记得我，可是我对你却没有印象。原来他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是谁。还是你有什么绰号？如果你跟我讲绰号的话，我肯定有印象。对，绰号，像以前有些兵啊，回来找我们这些干部，讲起他们的本名哦，我们还真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不过讲到绰号，我们就非常有印象。对，而且不止他们那些兵，其实就连我们这些干部，他们这些兵还给我们取绰号呢。像我旁边这一位啊，你们知道他绰号是什么吗？大块头吗？鳌拜班长，讲我嘞，你自己
以前有一个女兵啊，她回来说要找肥肥班长。我说，嗯，肥肥班长是谁？肥肥班长，哦，她说，哦，肥肥班长不知道吗？她就是朵拉班长啊。哦，我才知道原来朵拉班长的绰号叫做肥肥班长，因为呢，她以前比较大只，她是 XL size 的，她现在好不容易瘦下来变 M 号了，可是呢，以前的女兵回来还是会叫她肥肥班长。你就不能好好聊天吗？拍摄，我今天比较不会聊天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吃饭。我跟你讲，像我们阳台这么美，他以前呢、啊、在学校一定很多人追，所以啊，我在猜他的绰号应该就是，嗯，杨仙女，杨妹妹，杨桃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喝酒出来，好壮丽，有超级喝酒，没有酒就杨桃子，美女还杨桃子，我怎么可能跟你们说我以前在官校的绰号叫小白痴？